按计划今年嫦二 F 要完成两次载人发射任务。那么目前呢，嫦二 F 遥十八火箭已经在发射场状态良好，遥十九火箭呢目前完成了总装。智能设备和数字化制造系统等多种先进手段，可以实现100到1000公斤级卫星的完整制造闭环，可以满足年产100到150颗中型卫星的研制能力。